哎，唐医师，现在你有什么新的发展？讲到帽子，因为有好几个人呢，他们问我帽子，所以请唐医师解释一下新的东西。近来我们的发展也很快，就这几个月呢，我们呢就从这个 Solden Wave，就是骨质波那里研究。最近的研究呢，就是这个叫超间隔，超间隔呢叫 Super Lattice。Super Lattice 呢，在刚刚3月8号，这个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，是由 California 那个Berkeley Laboratory。他们发了一个研究报告，就是说，当你用两个钨合金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它就产生一个叫超间隔。现在呢，我们用这个超间隔的原理，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，就产生了一个我们现在叫超导体。这个呢是刚刚昨天做的，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实验。但是今天的实验很成功，那些人呢觉得这个能量非常之大。但是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又做了一个实验。第一个星期四，我做了一个实验呢，就是有一个学生他要戒烟，戒烟呢我就用新的帽子，然后呢放两个格这个杂纸在这里，放在后边。这个呢刚刚放在后面呢，就是这个脑岛。脑岛呢，就是 insular cortex，或者我们叫 Thames Island。然后呢，用这个脑岛后边这两个杂质，刚刚在这个脑岛的地区，前面呢还有这个这些旧的东西在的了，所以说整一个头部都得到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激光，我们新的机器照在前面，照在前面。然后呢，10分钟，就是星期六我回去了，那个学生说。自从一照了大概不到10分钟，他18个小时没办法抽烟，然后就减少了很多。然后星期六我再给他做一次相同的，然后呢，这两天呢，我说既然抽烟这个那个引证成功了，第一步成功了，然后就是从这个脑的程序开始，也是用这个方法。人一戴上这一罩，那些人呢，整一个人都安静下来了。另外呢，这个星期呢，我们做了3个脑癌的，都是用这个方法。你可以在前面，也可以在后面，但是这个镜头那个激光照在前面或者照在后面，这个效果呢是非常之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实验呢还是在继续在做这个实验。但是目前呢，这个帽子呢效果非常之好，而且呢，凡是脑有问题的了，包括脑癌，目前呢我们做了3个脑癌，还有2个情绪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抽烟的，这几个病例，这个疗效非常之满意啊！希望你们有机会要试试这个，看看怎么样。哟，太棒了，谭医师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如果说小孩子要念书，要聪明一点，这个是绝对的，所以要聪明，要念书，绝它对是的都有效。啊，绝对的，就是说这个 IQ 啊都会增加，因为它呢只是刺激整一个脑袋的啊，所以呢它包括的范围太广泛，不是单一的，我们还是在一路在研究下去。太谢谢了，太感激了。还有这个跟音乐呢，天才有音没有乐关系？打球都是后边的，这个 insular cortex 就是那个脑岛，脑岛呢，它艺术、运动就是 mind and body 都是在哪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怕实验，出真知，啊，好了，哇，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全家大小都可以用，谢谢。啊